逸翔，我们曾经一起创作的作品终于得到大家的赞赏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你热情地帮我找资料，给我灵感，鼓励我把它完成。到今天它不仅从图纸变成建筑，还得到了认可。我要把这个作品当作送给你的礼物。我觉得很轻，美丽风景我却很孤寂。天下才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不过是跟我喜欢的人过一辈子。如果有朝一日我不得不离开你，你会去找我吗？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可这世上有太多的无可奈何，身不由己，所以即便是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找出来的。小薇，你已经回到你的世界了吧？虽然你我无法相守，但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那个约定吗？我们要一起走遍每一个角落，一起去看尽美好。这个承诺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不见不散。小薇，就让我们的旅程从这里开始吧。你的笑容留在蓝天里，寂寞的屋顶没有你的身影，定格在我脑海里。我会在下一个地方等你。笑脸给你，
儿娘，你看春儿抓的。春儿，我是你的谁啊？娘亲啊。这个小鸟啊，它也有娘亲。每一次你出去玩，娘亲是不是都在家等你回来吃饭？嗯。这个小鸟啊，它也有额娘，它的额娘也在家等它吃饭呢。我们把它放了好不好？可是是它先来咬春儿的，很痛的，我才不要放过它。姐姐，我没有，小小姐。你给我站住！贵人。是。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春儿，听额娘说，这万物皆有灵，应与人与物为善。无论起因如何，都不能心生恶念，要学会放下。嗯嗯，那你答应额娘，我们一起去把它放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回去找他娘亲了。阿玛，阿玛，阿玛。哎，今天有没有调皮啊？嗯。怎么样，今天累不累啊？还行。这是刚刚回来的时候采到的。启禀皇上，一切政务都已安排妥当。辛苦了，十三弟。这是臣弟应该做的。你我兄弟，私下里不必君臣相称。这次你助朕登基，立功无数，最应该重赏的就是你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，皇兄都给你。臣弟已经对皇兄感激不尽了。感谢皇兄完成了小薇的遗愿，平息了恩恩怨怨。若是皇兄非要给臣弟一个赏赐，臣弟只求一个。是什么？臣弟想要皇兄准允臣弟辞去政务，远离朝堂，去周游四海。朕一无所有时，你选择留下。如今，你帮朕坐稳了这天下，你却要走。臣弟已经帮皇兄拿到了自己想要的，接下来的路，臣弟也想自己走。Thank you.
望皇兄应允。十三弟啊，朕是真舍不得你走。今生我亏欠你太多了，但皇兄明白你的选择。如果你真的想好了，皇兄答应你。谢谢四哥。十三弟，四哥随时等你回来。没想到这招到现在都管用。逸翔，谢谢你送给我的美景。欢迎光临，喝杯水。谢谢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？您家的走马灯真好看。谢谢谢谢啊，这是我家几代相传的手艺了，算下来也有300多年历史了。最早，听我爷爷说呀，是一个清朝贵人到此一游，便把这门手艺传授给我祖上，传到我这辈儿一直没有放弃。清朝的贵人？是啊。您知道是谁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爷爷说他没有留下姓，只是说这走马灯可以记录下所有的幸福时光，让那些美好永不消逝。
小薇，你终于来到这里了。怎么样，晚霞很美吧？这一路上我们一起看过山川湖海，看过日出日落。虽然跨不过时空长河，但我想这已经是命运给我们的馈赠了吧。可是这趟旅程，我也许暂时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无论是草原的星空，还是川西的灯影，点点滴滴都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虽然这或许是我留下的最后一个陶罐，但别难过，我们之间的游戏还没有结束。有整八年，五月初四，这是叶晓去世的日子。这天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小丫头，别哭了。错位的时空让你我相遇，让我爱上你，也许就是命运给我最好的馈赠了。我虽然要走了，但我永远都会陪着你。答应我，要带着爱还有希望好好活下去。我会在无数个时空再遇到你。哇，好冷啊。哇，差点就下雨了。哎，一个人啊？嗯。一个人啊？一个人走这条路很危险。我陪你吧。出发 ,Go! 走啊。走，出发。你在